上也是儿童节了嘛，所以我们要来考验一下你们对咱们 Into One 的11个人的童年照的认知。这童个年游照，戏，对，这个游戏的规则呢，就是如果11个人中这猜是错谁三个人，就需要接受惩罚。三个人，就猜错三个三个，人，我们是每个人都可以猜是吧？就是，只能统一一个答案告诉我。哦，好，我们的群体挑这个对，是很简单吧？哎，米卡，但是 Patrick 也想好是。吗？米卡，对，no，这个肯定是米卡，这肯定米卡。肯定是米卡。你看他小时候就爱做这个动作，对，这个小时候就爱摸自己的头。对，米卡，米卡吧，米卡，我觉得咱们来撕开这个卡吧，看一那个。下答等案。一下，你们这个没保密工作没做哦，我看到，能看到这个。假装看不到。米卡，可以。那下面一个，咱们展示过之后给我，我来用手动给你们。哎，啊，这个我也一下就知道了。这为什么我是不知道呢？先给大家看一眼，先给大家看一眼。让我瞅一下。等一下。我看一看。三二一，OK。非常简单吧？多简单呀！抱个猴，摸呀。是你摸吗？不是，你摸。对，这样不是。博远。啊？是什么？博远。同一个答案哦。博远。信我，信我。八字小八字。相信我，这肯定是博远。远哥吧，杨磊如果错了，如果错了，开始立 flag 了。如果错了，请我们吃饭吧，就对不起。行，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博远吧，是远哥因为他笑起来很像，很像吗？行，我不管了，试一试吧，远试一哥。下。你们呢？你们觉得呢？这是吧，是吧？我以为是李牧，这是不是吧？越看越不是。给博远吧，远哥，真有点那个八字的那个博远，我们确定答案来揭晓一下。哇，好紧张！哎，真是，是博远，好厉害呀，呱哥！唧呱唧呱唧。好，来，咱们下一个，先展示一下。嗯，这个我也知道，这林木，对，这跟还是林木。完事儿了，林木，林木吧，那直接拆林开木，看看，这是林木呀，林木，因为太明显了，是吗？对，太明显了，太明显了。林默，哎，林默小时候这么可爱吗？对吗？感觉和现在都没变，好可爱。下一个是什么？是谁呀、啊？是什么？下一个是谁？我的中文退步了。这个我感觉有点难，我没太聊懂，这谁谁呀、啊？哎，我不知道谁爱吃啊？哦，这不会周柯宇吧？是吗？哎，在我这上面你们贴了2张。是刚刚贴上这去，不会是周柯宇是周吧？柯宇怎么吧？还怕我猜不到这是谁？原来周柯宇，原来你是这么吃面条的，是吗？是吗？啊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啊，看，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，一点这个，能看出来，能看出来。嗯，挺像的。嗯，来，左边的，哦，目前是全队的战绩周啊。柯宇，哦，厉害。好，下一个。哎，非常简好单，可非爱。常简单，非常简单。还行，我看一下没看着我吗？我看看，你们先猜，你们先猜。不简单吗？李纨，是吗？双眼皮像，这个李纨，这个李纨，双眼皮像，双眼皮这个李像，纨，对，李纨，李纨好可爱，是吗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李纨，李纨。好，来下一个，马上就可以用排除法了，这因为好难我慢慢要猜完了。哎，这个是谁呢？哎，好可爱啊！哎，好帅啊！哎，这是谁？哎，是你吗？我怎么可能这么可爱呢？快点，是我，是吗？是我，是我，是我，帅啊！张大爷，这个好，是你。你看，从小都有黑眼圈，你看。张家元，张家元。我感看，觉咱们应该已经是接受不了惩罚了，但是也可以继续展示一下。那这个是谁哇呀？我知道了，非常对。谁？不是，啊，是我，哦，错了，猜错了，不像吗？看看，赶紧道让他们歉，看看，这多像 AK 啊！这多像 AK 啊！不像啊！我长得可爱吗？是可爱，但是和现在就是哦还是 AK 的下一位，难道我们错了一个？好。就错了一个，这个是不错是 AK？ 这一直掉，这个是 AK， 他俩有这个，他有一个微笑是这样，
这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。没有。多像啊。没有。这 AK 他太能看出来了。AK 可能就会来说关我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应该是。这个是 AK。应该是一个是 AK， 一个是刘璋。这个要不要拆开看一下？这个是 AK， 我们拍杂技的话，他也有这个微笑。你看，我说了嘛，一个是 AK， 一个是刘璋。嗯。我就说。咱们最后是。我知道。三塔。三多。好，咱们来揭晓一下。是的，还真是。啊。我想要这些照片。可以，那就发你们高清版。拿个剪子给他剪过去，贴墙里。哦。等会儿问一下，这个上面写的是中文还是英文？我觉得英文都算你们对。尹浩宇，肯定是尹浩宇。小，这一看就看出来，小长成巨能。好。尹浩宇，肯定是。很好，那最后一位了。排除法了。哦。先给大家看。好，你们猜。刘宇。是个人呢？刘宇，宇哥。我们来看一下啊。刘宇，我说这个小时候长得和你不像啊，这个真不像。我说你长得不是，真的很不像。这个也不像。现在进入道歉和解释环节了是吗？唯一猜错的就是小。好，继续吧。好，真的吗？不像吗？咱们来进入一个下面一个环节了哈，在进入下面一个环节。